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：王一博续约乐华，时间定为四年。粉丝们下一次担忧是在二零二六年。内娱艺人中，似乎再难有王一博这样的艺人了。不论他自己如何，就单论他如今的地位，却还没有个正经的团队。 粉丝们对王一博与乐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操碎了心。很明显，乐华不做人，王一博作为乐华娱乐最红的艺人，在乐华上市的过程中，王一博是财报中那最能拿得出手的。说的难听一点，乐华养的那群糊糊的工资都是王一博赚来的。就这样，王一博待在乐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。二零二二年与二零二零年相比。 也就是多了乐乐、妍妍这两个助理保镖，王一博对外接洽资源的经纪人还是杜华兼任。不完善的团队，使得王一博成了内娱当红艺人之中唯一一个没有工作室、没有经纪人的明星。粉丝们对乐华娱乐自然是不满意的，网上王一博各种造谣污蔑满天飞，公司就是秉承着拖字诀，等到谣言四起，几乎人尽皆知了，才能想起来告黑。 拿着王一博的代言资源去谈品牌大使给公司小艺人，甚至于王一博还捞不着一个好字，粉丝们自然心疼，不喜欢公司了。从二零一四年签约乐华娱乐开始，王一博就一直安稳的待在公司，即使是自己红遍了半边天，他也没想着解约单干。二零一四年十月到二零二二年十月，王一博的合同期就要满了，粉丝们自然是盯着消息，看看王一博的抉择是什么。 是继续续约还是出来单干？而如今一切已经出炉，王一博选择了续约，续了四年。原本二零二二年十月就要到期的合同，将会在二零二六年十月到期。到时候，粉丝们就会再一次担忧王一博的去留问题了。说实话，对于王一博的这个选择，很多粉丝只看到了表面，认为公司对王一博不好，他又何必继续待在那里呢？但往更深层面想。 王一博与乐华续约其实挺好的，如果王一博不续约，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两条路：一个是另找一家公司签约，一个就是自己开个人工作室单干。但实际上，开个人工作室很麻烦的，太费精力了。组建团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王一博不仅要从艺人王一博变成老板王一博，那么他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赶通告，而是要操心工作室的运作，甚至还有大家最关心的税务问题。 而同样是签约公司，新公司不见得就比乐华更好。最起码他在乐华十年，是绝对的一哥，与大家都熟，不用重新认识人。同样会被要求奶新人，最起码乐华的新人他能多认识几个。而杜华为了留住王一博，肯定在重新签约时修改了艺人分成比例，自由度也更大。王一博如今只会比以前舒服。认识王一博不是一朝一夕。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大家都清楚，怕麻烦却有主见，他会有自己的考量。对于自己的未来，是否与公司续约，其中利害关系，他想的不会比粉丝少。那就等等吧，到了二零二六年，大家再来好奇王一博的去留问题吧。